睇画面睇劲耐啊，咁样喺度兜啦，嚼到咁上下冲埋去，咁样呢啲快嘅极就可以夹硬指出嘅，咁啊最快嗱呢啲低 B 仔喺度扮拳击手啊，狂嚼。叫跟住兜死佢，阻住人收工。咩万子阳话咩阻人蹲轮咩啊？烧背囊，我阻人收工先至要笑。烂啊烂啊，唔好搞啊！好烦啊，仲追咩啊追？有啲市民又唔见你追，我系八婆。系。好，有冇青龙刀啊？冇啊，怼冧你，烧你铺头，食屎仔啊！咩焦炭攞啲垃圾过嚟？金属球拍有咩用啊？喂，有冇玩过啲人可以知咩女鬼任点玩？点样？喂，有冇人知点样可以咩？快啲攞到呢个青龙刀！我玩咗劲耐，都未试过咩焦炭，俾咗几千几万、几千万啊，咪千几万？吓、啊？加钱去 search， 加咗啦，烧啦，仲谂？报复你蛇，你嗰次俾一蚊。唔系，唔好俾钱揾，睇四次 A V 啊，有咩？迟咁听日先搞啦。你本身唔系有冇啊？我冇青龙刀啊，本身我有，边度有啊，大佬？有佢可以买噶嘛，大佬？我而家可以整嘅就系双青龙刀，睇下先啊，单手长柄右边啊，小刀，双手长柄刀。得呢啲啊，大太刀、散弹、手指斧、单块，边度有啊？睇下先。双截棍、短棍、手枪，冇啊！你睇下边度有啊？都已经碌过晒，冇啊，冇呢啲买啊，制作武具啦，睇下冇咩青龙刀，好。小刀连加青龙刀又唔整唔到，青龙刀又唔俾人整，材料不够又唔同人讲系咩材料，我都唔知点俾嘅。我想制作都唔知点制作，吓、啊、要点样问好咁样，唔好俾钱，道具箱睇。我道具箱有咩？开电话停睇咯，好啊。我都唔知我有咩？咁有点解唔俾我制作啊？唔俾我买啊？咁烦。我有一把嘛，我印象中冇喎。你点解你连我道具入边有咩你都知咁劲？我自己都唔知道，你咁犀利？你咪有咯咩？啊有啲咩发鸡嘛？双青龙刀呢把、哦、二刀流使用嘅青龙刀、哦、啊，双青龙刀匕首，喂，唔系喎，大佬，买定英吹雪，嗰把双青龙刀嚟噶，咪咯，咁唔得啊嘛，就系、是、要青龙刀啊，人哋呢把系双。人哋要青龙刀，冇喎、啊，即系要俾钱佢啊！啊，零把喎、啊，都唔同系咯，再俾钱啦、啊，唯有喂，但系你我只系想问有冇咩加机率啫，搞好耐，即系嗰条友好烦，又唔同我揾，成日揾啲垃圾，俾几千万揾揾。99% 都可以揾到啲咩碳，有低能啊！有冇第二个好啲啊？嚟惊呢个啊，港式茶楼，啱啱揾到边个啊？女间谍，
啲咩黑市商人，边个最高啊？连加青龙刀好麻烦，又加咩加咩加？政治活动家我俾呢个契弟揾过啊，但系佢又俾啲垃圾我揾，唉、哎、是但啦，整多次啊，唉，又俾几多啊？又加，又俾你呃钱，99啊！千几万为咗搞个好三千四千万，准备又啱啱赚翻嚟嘅钱又抌落咸水海，我仲做咩啊？仲有咩做啊？俾呃咗几亿啊！八婆，差唔多啦，而家要收档收工啦，定练习啊？两把分唔开啊，系啊，低能嘅呢个 game。即系你话，即系双青龙刀，你唔可以单独拎一把去送俾你，唉，八公送俾你啦，唔得嘅，啊，听日先再搞啦，唉，师傅收工，听日买埋啲铺咁啊，一次过打，听日啊，我自己今晚自己买铺，跟住又听日你又可以打满，咁啊开埋咩传说猫咁啊，皆大欢喜啊，咁啊可以。解晒啲任啊！又可以睇下最后一条女，又可以帮佢打扮，睇下有咩新衫解锁，系嘛 ？A V 任听日咯，听日 A V 咯。好，睇下向我鞠躬。练习听日练啦。珍品嗰度有青龙刀嗰啲人揾。好啊！今日咧就系、是、一个叫小明跑路上北海道写嘅一个有关图哈多嘅故事。是咁的，话说咧，我系太空中心读阿苏啦。大家都知道阿苏出名多女噶啦，一开始咧充满遐想咁入学，到而家咧连 summer term 都读完啦，开始放暑假。回想过去一年得到啲咩咧？每日同一班战友打 LOL 啦。每晚九点半啊，唔系九点七咧，睇人踢波，十一睇到十一点半，之后又一 day。除此之外咧，呢一年咧俾我揾到咧我嘅女神，清爽嘅短发，水汪汪嘅眼睛，加埋樱桃小嘴，哇！女神咧好多朋友嘅，成日咧见佢 FBIG share 好多活动相，而我只不一个咧肥矮独，庆幸嘅佢多啲相咧，多数同一大班女仔一齐，顶多咧得一两个男仔。至少令我抱有一 CFF 可以抱得美人归，一开始同佢一起上床呢，上堂呢我仿佛呢好似鹦鹉上身咁样抢篮板，一之前呢咁冲去坐女神隔篱，虽然小弟呢不学无术，但数学方面呢的确有少少天分，所以女神呢有时都会问我功课，咁呢就打开我哋话压纸。有时有知呢就啊逢真上堂呢我哋呢都会一起坐啦。有一次呢女神呢上堂咧放咗一包图哈多喺台面，我见到咁嘅情况，心入边嗌咗一句 chance。我一面上堂一路对佢打眼色 ，come on baby。啊，女神咧依然好专心咁听书啦，而我亦都冇放弃，继续我嘅 come on baby。女神可能太专心，一路都冇留意我，唯有改变进攻模式，鼓起勇气直捣黄龙。喂，呢包图哈多咩味嚟噶？未见过呢个包装、哦。女神就话啦：唔知、哦，我喺个零食柜度攞出嚟，都唔记得买咗几耐咯。不如开嚟试下。女神真系唔同啲，同大家平时所讲嘅港女唔同。佢一打开包图哈多，就怼埋嚟我面前：你要唔要食一粒啊？我当然即刻应翻声 yes， 随即两粒拍入口，好甜。包图哈多，咦唔系喎？点解好似有阵怪味？此时女神都放咗一粒入口，我再拎多两粒嚟食，真系唔多对路，食落咧好大阵柜桶嘅溢味。女神皱一皱眉头，点解好似有阵怪味嘅？而我就话好似系、哦，等我食真啲先，再拍多两粒，果然好大阵溢味。但为咗搞笑，我就扮冇事。啊，呢两粒又好似冇咁大阵味、哦。女神就话啦，不如算啦，可能放太耐，唔好再食啦。随即我再拍几粒，再做个夸张的表情。哇，呢包嘢真系充满惊喜啊！哈哈，算啦，一阵食完咧，你翻屋企肚痛啊！我个心已经融化咗。女神唔单止唔讲你，仲关唔关心我呢个独男？所以我做个决定，我就话呢个年份咧，而家啱食噶啦，再过耐啲咧就唔好食。之后咧，一手拎咗包图哈多，系咁怼。女神咧笑眯眯咁讲：哇，如果你觉得好食嘅。
吓，俾埋你食啦。咁我就戳住咁讲，好啊，老子什么鬼也不怕，就系咁一路上堂一路咧食一包有益味嘅桃哈多。食完一阵咧，啱啱好落堂，我开始有少少想呕，龙神志不清，个胃咧就好似咧有一场翻天覆地嘅大灾难，但我都要撑下去，点可以喺女神面前咧冇面？我一副咧扮冇事咁嘅样。但系咧，嗱嗱临咧执嘢翻屋企噶啦，谂住做正经嘢。此时女神咧拍一拍我，女神一脸困惑嘅表情，啊，成日上堂都带咁多碌屎周围走，一阵又约咗食饭。如果咧有人帮我 keep 住，下次上堂俾我就好啦。我二话不说，好啊，反正我都系翻屋企食饭，我帮你 keep 啦。女神又好开心咁问，咁你会唔会好重啊？最后我想问啦，桃花多咧，其实我可以放入柜桶，我系摆几耐而冇益味呢？完，呢一个就系一个飞毛腿嘅故事啦。咁今日我哋都差唔多，明天再见，系咁先完。